首歌叫《陪你去见鬼》。那么好的，我们在三怂的叫声中开始这首歌曲好吗？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要换一个特效，我有一个特别适合三怂的这个特效，就这个了，就这样才可爱嘛，小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京津冀三怂非常之胆量是负一千的这种那个声音下，开始我们这首《陪你去见鬼》。我陪你去见鬼，来不及后退。我陪你去见鬼，恐怖在等着谁。如果男孩不知不觉搬进隔壁，那房子已经多年没人住进去。我和他偶然相遇，我找他，可他根本没反应。我发现他走路没有声音，难道 Avore？ 我陪你去见鬼，来不及后退。我陪你去见鬼，恐怖在等着谁。我做了乖乖忙快为他是有理，唱啥了还行。现在他又走过来，我做好决定，没证明要拍到他的身体，是空的完全透明。就算让他轮过去，难道我陪你去见鬼，来不及后退。我陪你去见鬼，恐怖在等着谁。他惊愕的瞪大了眼睛，难道我才是幽灵？真不敢相信，原来那场怪梦没有醒，现实的我已失去，背后有个黑影在急速逼近。三叔又来了。拍到他的身体，是空的完全透明，手却从他转过去，难道我陪你去见鬼，来不及后退。我陪你去见鬼，太来劲了啊！嗯。